统的这次的冠军，主要也是感谢队友啊，共同的努力啊。选择羽毛球主要是因为我觉得羽毛球这个运动就是一个需要动用这个全身的协调性跟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锻炼的运动，而且它既有对抗性，又相对来说不像足球篮球这么容易受伤的互相碰撞，然后我觉得就是男女都可以打，然后老少都可以打，就是起码可以达到四五十岁了。我跟他一直打差不多两年吧，完了主要一块搭差不多有一年多了吧。对，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说羽毛球就是运动比较柔和一些，没有那么容易受伤，而且很容易让我减肥嘛。我觉得我就通过羽毛球这一段时间减了这个20斤左右，而且我真是比较感谢我队友。我还是比较喜欢打羽毛球的，因为小学的时候我们也会打，就打得比较业余，都是在室外打的。Thank you.